2017中国信托女子高球公开赛来到第二回合，在来自七国108位好手当中，我国业余小将侯宇强首回合率先突围，以 under 一杆的71杆占据龙头。可惜今天没能延续手感，吞下了4个 bogey 以及第12洞的 double bogey， 下滑到并列第10名。不过年仅17岁的他能有如此表现，也让球评赞赏，后市看涨。旅日好手蔡佩颖这一年在日巡赛颇有收获，新赛季将以种子身份出发，回到宝岛参赛，这一次首回合就占据并列第5，今天表现持平，连续两回合都缴出73杆，目前与另外一位台湾选手黄靖并列第4名。而和蔡佩颖排在同组出发的还有寻求卫冕的卢小晴，身为一姐，一路上不少民众伴随助阵，也是刚好而已。侯炯栋用这个推杆写下了好的开始，好巧，他也补了一个，没错，看起来就是都很拼的打法。连续两天他在第10洞啊都抓下 birdie。卢小晴维持前一天的水准，稳定发挥，以5鸟3 bogey 的 under 两杆爬升3个名次，来到第2名。不过一姐排在第2，究竟哪位好手在前面卡位？公布答案，就是名次大要进的旅美好手徐威林。尽管第一回合排在并列19名，但是无惧风势影响，今天只在第9洞吞下一个 bogey， 全场狂抓7鸟的表现，让他以 under 6杆一口气冲上，占据第一。目前以总杆数142杆领先群雌。只是面对卢小晴一杆之差紧追在后，明天也就是最后一回合，会有怎么样的发展？观众们不妨趁着假日到场帮选手加油，也可以锁定未来电视网的转播，欣赏这场美丽飨宴。 YTV 新闻综合报道。